地点佛理会情况无所不知因地啊佛慈悲空大摄度一切断定佛所断一切烦恼断除啊三地愿福慧记咱修行啊爱修的呢就是德行也爱几种德行啊咱过去已经讲过了爱有三德记记住三德啊啊，这个三德，那就是第一啦。佛爱记住智慧的德，所以智慧呢，深宽无所不知呀。人生浩浩荡荡啊，真正的无明在人间。有时阵啊，所做的代志，家己的错误都还阁唔知啊，真正是糊涂的众生。佛陀呢，他修行是为着一大事因缘，一个目标。就是要来救度众生，救度咱众生的无明，还感化咱众生呢的烦恼。众生有偌侪无明烦恼，佛陀呢就记住了有偌侪呢的智慧。角海用众生根基烦恼对其说法，这就是佛陀的地定啦，地定圆寂咯。佛陀对于众生是因定啊，因定，那就是佛陀的慈悲。慈悲功大呀，摄度一切众生，这是佛陀伊的心愿。生生世世，到底是偌久的生生世世呢？无可限量，无法度语言来诉说。到底是几生世啦？安尼生生世世不断啊，上求佛陀，不断是下化众生。伫每一尊佛出世，伊都是安尼伫咧修行、虔诚求法。生生世世立灵根啊，造福啊，修福，这都是伊的目标，就是为着将来也会当成佛。成佛就是干那一个目的，誓愿度众生。啊，对众生的恩惠啊，这功大无量，这就是佛陀以对众生悉如一处，我度殊胜所有的生命，佛陀呢都、就是爱。就是
亲像伊最亲的囝，咱伫性改变啦，都已经安尼讲，即夫娶囝是遮尼辛苦，其实这些譬如佛陀伫咧心心灭灭啊，伫咧找有缘啊，把经过了度化因缘成熟，有缘的众生听法会当起欢喜心，会当马上接受。也那无缘的众生呢，佛陀也无放弃，做未来会当度的因缘，所以一生修，现在说法，现在都会当欢喜信受。也那缘也未成熟呢，就是见面的机会都无，听法的因缘也无，或者是听法呢，真紧就过啦，也则是见佛呢，无因缘，就亲像佛陀甲辩驳啊，人人大家人追求都是会当见到佛，偏偏这个辩驳呢，看到佛啊，就闪边去，无愿意见佛啊。那佛陀啊，就讲阿难啊，这位老婆婆是甲你有缘的众生，来，你去度伊。看佛陀在世的时，也同款的有无缘的众生，甚至咱也已经捌讲过去啊。一个城市呢，90,000人，30,000人见过佛，听过法啦，受佛的感化。那佮另外的30,000人，伊是有听到佛，来到这个所在，但是伊都无心。想要去见佛听法，所以无这个因缘呐。佮另外30,000人，他连听都无听到，何况讲看到佛呢？所以佛陀爱搁再用心嘛，为未来的30,000人做得到的因缘。一道该道都拢道啦，也搁在呢，准备着未来也未得道的人，还是已经做好这个因缘，将来呢，还是搁在来人间，同款呢要道，才也未有缘的人，今生出世。已经铺上了缘啦，虽然这些人也未真实接受，但是也已经呢有这粒种子入心田里面了，生生世世，伊呢就是啊，心心灭灭，安尼伫咧找因缘来度化。众生，这是佛陀对众生的因德啊。再来就是断德，断德佛，因为无量生世以来，不断啊，随佛受法，每一尊佛的教育。
伊就是信受奉行，知影烦恼啊、无明、尘沙习等等，伊就一因的累生累世啦，不断伫咧断除烦恼，入人群中不断伫咧做福缘。在人群中，菩萨道中啊，伫咧受智慧，这些佛陀以过去生无量世，安尼呢烦恼无明，一直伫咧断呐，就是修行呐。那么一切烦恼都拢总断除咯，三德完呐。福慧积啦，迄、那个三德就是智德、因德、断德，这三项德呢，拢已经圆满啦。尤其是福慧两种，福甲智慧呢，拢已经圆满具足啦。佛陀的十尊佛的内底呢，就讲福慧两足尊呐，安尼才真正会当成佛咯。这是佛陀修行真圆满的过程，咱要修的目标也就是安尼，爱有智德。也那无呢？众生啊，真容易糊涂去，错误的代志，家己也阁不觉知呀。这种的无明烦恼是真多啦，所以咱爱受佛陀的教化。佛陀来人间，都是一直呢维持这个道理，予人人呢。定定都爱知影，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啊！这是佛陀一大殊因缘来人间，生生世世修行三德圆满吼，这都是佛的智慧啦，甲伊的德行啊，咱。正面的文啊，释菩提已经了解了，所以释菩提啊，就安尼讲：今日世尊令我定思维，天地诸法悉论之分，我定义中倾加精进，得至涅槃。一日之间，佛陀也是生生世世安尼用心伫咧甲度化。现在呢，释菩提大家人拢了解啦，思维就是世世思考，哇，真侪的烦恼，受尽了生生世世的苦难。累积了呢无量数的烦恼，就亲像粪同款，亲像粪扫同款呐。那生生世世都是有这个因缘，好好来思维，安尼去除烦恼啊。我定义中勤加精进，释菩提呢？有因缘接触了佛法，大家人在佛法中拢真勤、真精进啊，得至涅槃，会当得到呢，这个寂静、解脱烦恼，这就是一日之间，吼、哦，就是一日啊，我做偌济，我会当通得到偌济，吼、哦。下面一段文再阁讲吼，积德处意，心带欢喜啊！
自以为觉，便自为然，依佛法中，清净净故，所得洪波。是啊，释菩提安尼讲，已经呢付出有得到啦，积德出意，心怀欢喜，安尼已经知影，我伫咧修行的过程中，我的烦恼弃除，我会当心安自在，即种断烦恼啦。会当同心安自在，这都是得到一日之觉吼，已经有得到，所以心真欢喜啦。以为呢，安尼就满足啊啦，便自为然，就是家己安尼想，吼，我伫佛法中啊，清净净，因为我。真用功，真精进，所以呢，我得到嘛是真多。这些以为安尼就满足啦，修行感觉那安尼了定，唔是哦。佛陀要阁甲咱讲，要爱智慧具足，你一定呢，就是爱入灵根去磨练出来。这些佛陀的心意。不过呢，释菩提定吼，那以为讲我烦恼断啦啦，安尼我有够啊，我所得已经真多啦，所以伊家己呢就真欢喜吼。在修行者，记得着家己独善其身呐，安尼都欢喜，都敢那讲以为佛法敢那到遮尔定，伊感觉安尼伊满足啦，所以叫做坐受平空，伊将阿含入峰顶，入不济，到不济这个中间呢，伊以为讲。安尼，我拢总会当得入涅槃，其实啊，这是偏空。后面还阁有啊妙有呢，迄、那个真实的妙有，佛法的妙，最奥妙的，伊还阁也无得到，伊干那个不济呢，都以为足啊。这叫做偏空啦，那么也阁是有这个消性之病吼，那这个病就是讲也阁有瑕疵，也未呢完满吼，咱前面讲过去呀，爱三德完具呀，但是呢，伊也未完。也未积聚吼，所以啊，消性之病吼，就是一个欠缺啦。问题就是出在遮，同款遮尼认真伫咧修行，是安怎佛陀也未真满意呢？那就是因为大家人修的独善其身的偏空啦吼，所以。自以为足，以为呢，安尼真满足啊！哈，以为安尼，我已经所得拢总有啦。其实呢，亲像迄个河边，这个内底的水鸡，咱世俗常常伫咧讲，古仔底的水鸡共款啦。或者是伫一个小河的内底哩，安尼，或者
青蛙吼，伊感觉伊个天下都是安尼啊，就亲像伫古井底呢，伫咧看天啊，以为天则是安尼尔定，其实呢，天空无涯，但是呢，古井假啦，伊以为只是安尼尔定，这都是啊，境界。也阁真少吼，迄个心啊，也未拍开啦。伊也阁唔知影讲海阁有偌大，这都是这咱众生啊，迄种小知小觉啦，都以为满足，其实咱也阁有真大的空间呐。这么大的空间呢，咱也未了解的代志，也阁真多啊！咱也未修的行呢，也阁得真多。这因为菩萨道，这是真正咱修行最重要的关头吼、哦。所以讲，依佛法中啊。清净净故，所得宏多。伊以为安尼就是真多啊，吼！其实啊，勤，这个勤的意思就是无害大啦，就是爱得心向道，从凡夫的起点，一直呢爱到成佛的境界。这条路呢，实在是足长的啦，却是因行到半路尔定。不过呢，因以为讲吼，阮已经是真精真勤啦，所以得心要修行啊，都爱得心啊，爱信解，爱用得心来相信。佛陀的教法啊，所以咱爱得心、信解，那向着一条正确的菩提大德道向前前进吼。那这就是勤，那行众善，这唔只是干那行的这条路。咱爱搁再去行行众善啦，诸恶机莫作啦。咱众善爱奉行，啊，干那行路呢？甘是叫做众善呢？行路呢？那行道都爱立人群，才有众善啦。你若无伫人群中啦，安尼。哪有善好做呢？善就是伫空间、甲人、甲人的中间呐、啊，所以伫人间才有遮多的苦难。最近呢，咱拢一直听冬令，冬天伫要到咯。那自济人啊，不管伫大陆，不管伫台湾，不管伫马来西亚，等等啦。只要有住这人的地方，开始就启动了，去探访家庭的状况啊。每一个家庭都爱去了解，就是准备呢，伫冬令。那即马甲离冬令的时间，甲冬天过年啦，也阁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呐、啊，那么咱也发现到特别困难，这个时阵就开始呢，就会当给帮助。那甚至因要去探访的时，啊，就炸一挂物件去吼，这就是菩萨立人群中啊，这勤行众善。这是已经呢发菩萨心啦，啊，住在人间菩萨有偌尼多啊，
这就是在人群中付出，这叫做天行众善，无有害待哦，一点啊都无害待哦。大家人安尼做，啊，亲像菲律宾安尼伫咧付出，几工钱转来，我都讲辛苦吧，袂哦，阮大家人做甲也欢喜哦，大家人都是。无害待啦，为人群付出，海燕风灾，得要一年咯。住这人无离开吼，一直一直伫迄个所在，要安怎互因安定生活？要安怎互因有厝好住，互囡仔有书好读？看，伫即几年的时间，安尼的付出，这都是。无害待啊！哈，我若甲因讲，师父真唔甘恁安尼遮尼辛苦，袂啦，阮做甲也欢喜呢。这就是菩萨的心愿啦，这就是真正勤精进吼，那修诸善道啦，精勤无害待吼，那心心相续啦，是。不自放逸，安尼叫做勤精进吼。那学佛啊，都是爱安尼依佛法中。咱既然呢信仰佛法，佛陀所教化的佛法中啦，咱必定爱用勤勤无害待的心。咱爱一心一志向前前进，菩萨道路那是一条真直的道路，咱爱向前前进吼，而且呢，唔是干那为自己伫咧前进，爱为天下众生而前进呐，唔通懈怠吼，这就是佛陀。所教育人的方法，你要安怎修行？要安怎去除烦恼？安怎培养你的智慧？培养你的因德？吼，要培养你的断德？你的智慧和你的慈悲要安怎来培养？有智慧一定爱有慈悲啊！智慧慈悲呢？同时也爱断除烦恼，这也就是佛陀呢对咱所教育，那这种的教育，咱都要好好藏在心里，这叫做修菩萨道，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